战胜吧。整个桥都断了啦，现在是怕说车桥上的车子哈麻烦呢。哇，这整个路拢害了了去啊！刚才摇的很厉害，大概七八级摇的啦。现在是怕说，刚才桥上有车子啊。OK。我们是战胜吧。地震！等一下，先不要放手，地震！还在震哦，等一下。哦、你看那个山的声音都出来了。趴着趴着就好，趴着。